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您好，我是简志豪。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不熟悉的国度，如果遇到紧急突发事件，常常让人是不知所措。为了要帮助南加州的侨胞朋友，洛杉矶侨界关怀救助协会正式成立，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为了提供海外侨胞、游客、打工青年以及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紧急状况及重大灾难时的相关协助，洛杉矶侨界关怀救助协会正式的在上周末举办成立大会，包括了驻洛台北经文处处长夏继昌、洛侨中心主任翁贵堂以及交通、法律、保险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都到场参加这场盛会。创会会长高启正表示，借由这样的平台帮助住在加州的台侨紧急救难服务，他们将举办各种讲座，提醒社区民众提高警觉，并且了解相关的应变措施。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平台，让我们这个侨胞在这里，无论他是临时到这里来的，或者是长期住在这里当侨居地的，我想都建立一个平台以后呢，使他们在这个生活上，如果发生任何这个急难的事件，我们可以就近或者是有这个及时的一个协助。我想这是我们成立的主要目的。如果我们在没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做个预防的措施，比方说我们将来可能举办一系列的这个讲座，临时要发生事情的话，至少我们有个平台，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到哪里去就近可以寻求帮助。其实我们有很多政府的机关，就是美国政府，它也有很多的机关可以来做联系和来做协助。这个协会呢，我们非常感谢有各个侨团的参与，所以呢我们这个协会成立了非常非常多的组哦，包括邀请专业人士来参与，里面有法律人员，里面有财务人员，里面也有医疗方面的人员，那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侨界的志工，大家一块能够合作在一起，能够成立这个协会之后，能够提供给我们所有需要协助的我们在海外的乡亲他们需要的协助。未来关怀救助协会成立之后，其实有很多需要我们驻外机构来参与的，比如包括未来有任何的伤亡的时候呢，我们有需要来提供领事的服务这个部分是我们会跟关怀救助协会未来会密切合作的地方。除此之外，洛杉矶侨界关怀救助协会也欢迎个人或是团体一起加入，运用不同的专长建构更完善的网络，在紧急危难来临的时候，借由彼此的力量相互交流，得到最快速以及准确的各种帮助，让海外的侨民感受到温暖。他们也会加强与其他慈善团体的合作，提供最大的协助。中天频道采访报道。